接下来关心一则车祸的消息。布袋镇代表会李善政镇民代表一号黄昏为家己市驾驶水果大货车，行经八十二号东西快速道路往西埔子交流道前，因为不明的原因直接冲撞停伫路边的水上钢木大工程车。大货车车头变形，李善政代表受困车内，救出的时阵已经无性命的迹象，送医了后宣告不治。工程车副驾驶男助理依然伫咧病院急救当中。车祸事故原因，警方正伫咧调查当中。57岁李善政代表心情热心公益，常常为民众发声，甚至常常为流浪狗攻击村民。水沟啊，气温欠破烂，地方饮水问题，自费为民服务，或者是一个人摕着标语向地方政府公诉抗议，热心公益真受到地方好评。去年底又以经常执政楼参选县议员无当选，现在将属水果批发买卖，加上暗时到病院，悲伤证实伊车祸的消息。撤了啊！哦，所以他们在撞上，撞车也刚好撤走了。哦，在最撞上时候去了，都没有在施工了。哦，挡都要被警车撞了。还有高工局的那个工程车啊，那被后方的那个小货车追撞，那小货车驾驶，那被夹在驾驶座，那撞伤啊。啊，另外一位那个小货车副座啊，那位民众也是重伤啊，他们被送医。伊的朋友表示，李善政代表拢到家己市果菜市场批发水果了后，再回布袋镇贩卖。研判当时单位家己市反馈，为虾米会伫埔子交流道路边弄车，实在是何人想拢无。地方居民听到伊车祸发生不幸，拢唔敢相信，艰苦甲讲袂出话。最新新闻，朱乃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